家继续锁定星期天晚上8点，可以说是我们华人现在最具权威的选秀节目。那许多的地方的参赛者都选择这个舞台来表现他们的实力。马上介绍我们现在的卫冕者，第一位张健同学，好；第二位香港来的庭伟，好；第三位菲律宾来的 Birdie。接下来是我右手边过去的南台湾小姑娘，现在我们的卫冕者悠悠，还有两位呢，上周是一鸣惊人，他们幽默大方、自在可爱，欢迎黑旋风二人组。好，请期待他们待会儿精彩的表现。当然，能不能过关就要看我们评审团的意见了。欢迎评审长小燕姐，掌声。在除夕夜我们红白大赛当中，我们看到了林隆贤老师跟周慧敏啊，多少年没有一起合唱，在一起唱《留言》，真的是让人家好像回到了这个时光。回到了对，但周慧敏就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好漂亮。他完全没变，完全没变。对，我觉得林隆贤也没有变啊，也没有变啊，他也是像白马王一样妖怪啊，30年没有变。林隆贤老师，其实我觉得。小胖老师也没有变，我第一次见了他，他就是圆滚滚，到现在还是圆滚滚的。袁伟元老师，好，王志平老师，张北老师，好，来，我们还有300位观众朋友在另外一个摄影棚，黄子佼。好的，在我身后就是上个礼拜把敏华救回来的重要的观众评审团，谢谢。接下来还有阿毛老师领军的 Superman。 特别计划，谁是 K 歌之王？拥有发片实力的歌手们将用你最爱的百大经典 K 歌一较高下，最后由300位观众评审决定胜负。歌手们拼实力争面子，谁才是流行音乐界的 K 歌之王？是的，观众评审团真的很重要。好险上礼拜有把敏华救回来，你们都经历过这些痛苦的啊过程，对不对？对。好 ，K 歌之王，欢迎毕业生萧红人。大家好，大家好。思维。好，哎，雅尼，你有回来参加过这个 K 歌之王的单元吗？没有哎。没有，你第一次回娘家。摸良心啊，拿了奖金就跑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回来？没有，就是之前想要专攻在学习上面，然后现在放寒假了就可以回来了。哦，之前就很努力念书啊，对，现在就是被当掉了，所以干脆就自暴自弃。哦，放寒，什么学校这么严格啊？华冈艺校。哎啊，学妹，你是华冈艺校的？哦，我也是哎。所以呢？你毕业很久了吧？很巧的感觉。看下面管理，你是华冈艺校哦。你好，你好。今天要注意啊，今天来了一个新人，但是呢，这资深音乐人旗下的新秀，表示实力很坚强。我们来先听听他的声音，先声夺人。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我。有皱褶，你却用离开他下句点。哇，声音很雄厚哈！来，请把你们的牌子丢到黑箱，哦，不要直接抽上了，让唱歌加厚，对不对？你们在笑什么？啊？想我啊？哦，谢谢哈。怎么会有一个观众在跟我打情骂俏说想你啊？怪怪的。好，我们把现场交到小燕姐。今天来跟他们 K 歌比赛的这一位呢，其实名字当中也跟萧红人一样有个红字啊，所以他专辑也叫 Red， 他叫做吴世宏。Hello， 大家好。好。哎，其实吴世宏这已经不是你第一张专辑了，已经是第二张了。对啊，这是第二张专辑了。哦，好，不用紧张哦，好，放松放松，来，先把盒子拿上来，先抽出一位要跟你 K 歌比赛的是谁？哎呦，双红，双红 PK， 好。
好吃好。嗨，小伙儿，好久不见。身高，哎，你看一样的身高，是不是脸型也有一点点像？有一点像，对对。你好，不像。有需要对看这么久？有，只有一个红啦，红像而已。好，来，小伙儿，请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他来跟你 PK， 选的是什么歌？毕书尽的《转身之后》。请开始。说明我的决定，你却不愿意听。我知道你想逃避，不想问，不想听。这段感情已经快要暂停，听我说，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没有我的时候，你要一个人好好过。在我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开以后，我就要远走。在我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我就要远走。谢谢薛豪。啊，好久不见，萧红人跟他的小红啊，这一看到就会很开心。谢谢。今天你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我带来《味道》这首歌曲。好，来，请开始。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无药，无处可逃。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你的味道。想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
个评审不在我们，是在300位的观众朋友，他们选出来，今天谁可以得到10000元？黄子佼。好，谢谢两位歌手，也祝福我们这个很有韩系欧巴感觉的吴世宏哈，专辑大卖啊，大家多支持歌坛新生代。来投票之前，到底谁会是 K 歌之王？先听听同学的意见。来，你好。你好，我是光客弹头。那我比较喜欢吴世宏的《转身之后》。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听到他的歌，你会感觉他你恋爱了、欸？你已经恋爱了，好吗？是。就像我有一股冲动，当你转身的时候，我想紧紧抱着你，可以吗？我转身你就要抱我？当然啦、啊。我打死都不转。好吧。我不喜欢人家从后面来。他让我来。这样不太好，焦哥。你这太热情，我受不了。那正面可以来一下，爱的拥抱来一个。到弹头同学，好好念书哈。救命！而且你的个子配我刚刚好哎，再来一次，你看。很少有男子气概的一刻。哎哎哎！放松放松放松。我很少有巨人的 feel， 好不好？给哥哥一点一点。那我就这样好了。你这太夸张了，好，你叫弹头对不对？对。真的名副其实，非常好啊。尤其长得特别帅哈。啊，后来你改口令送你。好，要开始投票了，各位，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刚刚两首经典的 K 歌，红色的牌子代表你要投给吴世宏，转身之后，白色代表你要给萧红人的味道，3、2、1，请选择。比赛的时候都很希望爸爸来参加，结果爸爸都没办法参加。今天爸爸来，可惜没听到你唱歌。来，我们欢迎一下雅妮的爸爸。哎，哇，你女儿好会唱哦。好，好，很开心啊。来，现在我们要揭晓了，到底是谁可以得到奖金10000元？分数是，到底是谁可以得到奖金10000元？分数是。比较喜欢萧红人的味道，是，对，萧红人擦的是什么香水啊？喜欢你的味道，恭喜萧红人，好，也谢谢吴世宏，希望你的专辑大卖啊！好，我们请叶薇老师把奖金10000元送给萧红人。今天10位选手以歌声 PK 以决胜负。最高分周冠军将获得10万元专业医美保养品，演唱分数未达8000分将进入失败区，现场300位观众评审将在最后投票救回失败区选手，累计奖金到达10万分即可发行单曲。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赛事，第一位呢，如果是我们的忠实观众朋友应该记得，在我们有一些选手都会参加复活赛然后重新站到这个舞台，像他呢据说已经有7、8个月没有来到这了，幸好我们有复活赛把他救回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刘中生。我是刘中生，还记得我吗？在将近1年前我站上了我要当歌手的舞台，追逐唱歌的梦想，但没想到表演技巧不如人，两度挑战都只差100分输给了对手，带着遗憾回到平凡的大学生，虽然挑战失败但也因此获得更多，在网络上开始有网友关注我，更是在学校获得很多大型活动的表演邀约，累积了更多舞台经验，也让自己的表演更多元，最后再强化唱歌的肺活量，带着蜕变后信心满满的自己挑战败不复活的舞台，把票就投给刘中生。告知，如果说20岁是人生的第一道关卡，我就要在我要当歌手中写下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好，接下来我是刘中生，然后在距离上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已经是7个多月前的事了，然后
我是第三次复活赛被救回来的，然后在这边要感谢一下龙轩老师，然后还有焦哥，然后还有品冠老师，他们都有投我一票，才让我今天顺利的回到这个舞台。来，机会命运，自己选择。机会命运，请选择。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台艺大音乐系的陈章健，深厚的音乐基础与温暖厚实的嗓音，让他获得所有评审的一致赞赏与认同，以平均9000分的高分强势卫冕六周。然而今天遇上首次听到自己歌声的林龙泉老师，他能成功驾驭这首经典歌曲《夜夜夜夜》征服评审吗？我们来看看命运是谁。肚脐黑旋风，黑肚脐黑旋风，天哪，真是！哎呦，来，欢迎张健。大家评审老师好，我是张健。谢谢张健，请坐一下。谢谢。来，庄胜，今天准备什么歌曲？今天选的歌是莫文蔚的《他不爱我》。那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所有的人都可以不爱我，但是我希望这个舞台跟五位评审老师可以爱我。我会好好表现。好，好，请开始。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客气。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自从头发乱了之后，你要唱什么？今天要唱一首就比较慢一点的歌曲，就《夜夜夜夜》。来，请开始。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想问天，问大地，我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你偏偏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也不愿每分每秒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的梦。谢谢。耶耶耶！是齐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听说那个是不是听说那个时候是袁惟仁老师制作的，对吧？是，这首歌刚好是我制作到，是特别的荣幸，特别荣幸。张健听了这话，心里就一惊。不会不会，其实张健越唱越好。坦白说，只觉得可惜了一点。如果你睁开眼睛的时间多过于闭上眼睛，那个他怕隐形眼睛掉出来。哦哦哦哦，那个眼神的投射其实还是蛮重要的。真的，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寒暑啊，所以能够睁开眼睛，我还是。张健很厉害，第一句进来就很好听，非常好听。我是觉得你们两个的情绪都很棒，但是在稳定度，张健好一些。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拿这个两个在华语歌坛的这个重量级的歌哈，我觉得他们演绎的其实非常的好，而且钟声我觉得蛮讶异。我记得你之前来七个月前来好像没有唱这么好，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吃了什么药。你对，其实我也不觉得你刚才的动作或是说你的演绎的这些技术有些什么问题，我反而觉得其实你这首歌唱的还不错哦。啊，不过我要说一下袁惟仁老师那张齐秦的，这是大概你做的最好的一张。哎，不能这样讲。其实我要告诉你，就是《夜夜夜》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我听这首歌听齐秦唱，我一定眼睛闭起来。听这首歌就是要闭着眼睛听。什么歌什么情形？对，如果你真的眼睛制作这首歌，其实那就是睁眼说瞎话。不是啊，小姐，因为她在唱的时候，我试着想哦，我也闭着眼睛唱，我会有点失衡了。对，他其实你知道，那你要去检查耳朵呀，对呀，是不是中耳有点问题？我待会试着闭着眼睛，这个当评审看。来来来，其实我们要打分数了，来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好的，谢谢老师们，也来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啊。你好，大家好，我们是
桃园武林高中蓝艺新闻传播社。哦，武林高中啊，传播社。那请问一下，你喜欢哪一位选手呢？哦，我喜欢刚刚的第一位那位歌手是陈章健的《夜夜夜夜》，那是第二位啊。谢谢哦哦，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是是好，但是脑筋不是很好啊。哦，可能吧。哦，你喜欢我们的卫冕者是吧？为什么喜欢章健的这个《夜夜夜夜》？啊，这要怎么说呢？用嘴巴呀，要怎么说？难道用鼻孔吗？我觉得我可以用一首诗词来形容啊。来，那我来背一下。背就背，不要翻白眼啊。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忽然拔了个尖儿，哦，像钢丝抛向天际，在那高处又有几处的转折，愈翻愈奇，愈翻愈险啊！哦，真的是太神奇，完全唱入我的心坎里，真的是太令人感动，太令人动容了。好，掌声还是要鼓励一下，这年头对不对？谢谢谢谢。这么有文采，这么复古的高中生，值得鼓励。还这个哎，刚刚才走一个复古的古人，怎么你脸上也有一些花纹呢？你好，你好，可以请隔壁的同学帮我拿一下麦克风。哦，是是是。干嘛要帮你拿麦克风啊？因为我有公主病啊。好，什么是公主病呢？就是我们100集的香妆系毕展，今年5月在高雄博二青春设计节。那请问一下，您喜欢哪一位选手？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刘宗申。哎，因为他的歌声实在是太凄美、太好听了，让我不禁留恋在他的歌声当中。那我不爱他都不行了。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分数了，到底谁可以胜出呢？小燕姐。来，我们还是要看分数。分数是8400。好，8400其实是不错的分数。张健，你的分数是？张健，你的分数是？恭喜陈章健卫冕成功！马上欢迎下一位挑战者。这位挑战者呢很特别，他好瘦好瘦，他创下了我们参赛者最瘦纪录。但是呢，上次我们有一个很瘦的，肺活量还是很大。更重要的是，他有音乐素养，他还会拉二胡。我们来认识一下卢玉贤。贤现在是一个胡琴老师，同时也是音乐表演工作者。从小学习国乐，能够把这项兴趣变成我的职业，是我最庆幸的事情。但是别以为国乐都是这样老古板的哦。我现在除了教胡琴之外，也接各种不同形态的表演。比较特别的经验是国乐跟街舞的结合，或跟 Live Band 合作，有时也担任主唱。很幸运的我获得许多表演的机会，很荣幸曾经在外交部立法院表演给各国的贵宾听。所以今天喜欢音乐喜欢表演的我也来到了这里，把握每一次表演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唯有努力不懈才能离梦想更近。小燕姐好，各位胡琴老师、焦哥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胡琴老师，机会命运自己选择。机会命运，请选择。选命运。命运。强敌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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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屏东的黑旋风双人组杜嘉庆和杜少颖，上周靠着逗趣的言语和优美的和声，第一次挑战就获得9200分的高分。在舞台上总是散播欢笑的他们，其实内心的紧张压抑却不为人知。我们刚才在练习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紧张，但是我们就是怎么讲，我们每次有困难的时候都想到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心里面很直接的一个压力释放出来，也刚好唱到我们就是圣歌，也是我们的信仰，心里面最深层的那感觉唱出来，眼泪就跟着出来。压力释放过后的杜嘉庆和杜少颖调整好情绪，准备将黑旋风最欢乐的歌声再次带给大家。机会是谁呢？机会是虎豪。我们欢迎杜起黑旋风。好，为您介绍一下小麻雀啊，玉贤。他们穿现代人的衣服。你们俩今天穿得很嘻哈，是吧？对，因为算是赚了一些钱，这样子。是，在那个工地啦，哈。对对对。你们俩先坐一会儿啊，来，我们先听这个胡琴老师要唱什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然后想着一个人。对，我选这首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自古情关最难过。如果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时候，希望这首歌可以陪着他度过。好。伤感线，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今天带来这首歌呢，叫做《风光明媚》。然后为什么想要带来这首歌，就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三地门，在屏东，在屏东。是，那我是住三地门，他是住雾台。对，那我其实我们的家乡就是很多很多好山好水这样子，就可以有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对，然后也可以打给我哈。对，打给你干嘛？会算你们便宜一点呢、啊。是是。什么东西算我们便宜一点？为什么要算便宜一点？就是所有啊，就是可能导游的。对，导游，对对对。你还接导游啊？你还接导游？对，通常都是在胡说八道了哈。好，再来一首《风光明媚》。
上眼都不会醉，摇摆不停地看 Tree Music， 那日风光明媚。嘿耶，看你怎么去追。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哒啦啦啦啦啦，哒啦啦的享受阳光下绿纱衣上的滋味，越有勇气，嘿撒，抛弃也有草堆。去追，哦，那日风光明媚，嘿耶，看你怎么体会。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外表，有一个很好看的，是有艺人特质的人。OK， 很棒。那黑旋风呢？这次是第二次看你们表演，真的，你们的声音一出来，乐器一出来，节奏一出来，真的，我们眼睛闭起来，那个画面就是山，就是水，就是阳光，风光明媚，风光明媚，不用你导游。真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看到这个真的是唱歌的，我觉得一个最高的境界，对，完全就是把那画面就带到我们的脑海里面。谢谢老师，加油。我想问你们，你们觉得你们在比赛吗？你们会紧张吗？其实就是我们唱歌都比较放松了，对对对。我觉得你们来到这里就很像回到家的感觉，你哪一个地方都是家，哪个地方去哪里都说这里像家。就是我觉得他们给我感觉就好像我们是客人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反客为主了。对，他们像主人，我们像客人。不要客气，请坐，请坐。我觉得他们就很有那种感染力，非常音乐线的感染力非常自然，很好听，很棒。谢老师，不会。然后玉贤呢，因为那个你的唱歌一唱出来声音就很美，因为你是拉二胡嘛，所以你的线条很漂亮。嗯，我们要来打分数，来听听350观众怎么说。好，谢谢。截然不同的两个队伍，我们待会看看老师怎么判断啊。欢迎同学来，请。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自裕达观光康复社。你介意多几嘞？其实我也是一只小麻雀，所以我选择卢玉贤。好，为什么你是小麻雀嘞？因为你看不出我是小麻雀吗？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我是这么的小。好，你乖坐下啊，乖。后面有小孩子，不要吓到他们啦。我很怕他们回去做噩梦。好，除了像小麻雀之外了，玉贤的歌声怎么样？很甜，跟他人一样甜。虽然我也很甜。你什么事情都要讲到自己身上来，是不是？哦，好，谢谢你哈。OK， 谢谢。好，另外一位，我比较喜欢杜嘉庆跟杜少颖的《风光明媚》。谢谢。因为太棒了，我觉得就哪儿风光明媚，哎呦，你知道吗？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而且他们非常的 match， 跟我们两个一样，多 match。哎，你们学校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White match match。你们学校还有缺人吗？光说不练是不行的。黑旋风二位注意了，你们是一组默契十足的原住民歌手，对不对？是，他们是来自裕达一组非常优秀的跳舞团队，是不是？是 ，Music。
solo 吗？哎呦，结束了，好，没败哈，没败，没败。很多人，很多媒体啊，啊，坐好，坐好，坐。再来，我要叫警卫了。很多媒体问我为什么不生小孩，这就是我不想生的原因了。不想问你那些外劲，我本来美败，哎，怎么样，黑旋风有没有吓到？我们这里的爷很厉害吧？哦，是是是，来掌声给二位，好，优秀玉达。当然，我们第一现场的那二位能不能顺利晋级呢？就要看分数了。来，小燕姐。看完跳，我有点忘记分数这件事。好 ，OK， 来。现在我们来看分数是，现场观众评审强力募集中，参加即有机会获得护肤保养组，详情请上官方网站。现在我们来看分数是，玉泉第一次来，8100。好，这两人听旋风真的很厉害。今天的分数是，谢谢谢谢老师，又是小天儿，恭喜黑旋风卫冕成功。下一位挑战者，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唱台语的选手都非常的厉害。接下来这位呢，平常当然有他的正常的工作哈，但是对于台语歌曲也是情有独钟。我们来欢迎黄博伟。我是黄博伟，在电子公司负责仓储管理，因为有几次的比赛经验，对唱歌比较在行，所以。未来翁以后这回要回来靠你当战声，把一个非常大的场面。好，没问题。其实我会唱歌的秘密就藏在家里。我回来了，每天回到家，爸妈都等着我陪他们一同欢唱。有个声音浑厚的爸爸，加上超爱唱歌的妈妈，自然我的歌唱功力会不断提升喽。参加各式各样的歌唱比赛，更是无往不利。有这么可爱的家人支持，我一定能放心在舞台上唱好每一首歌。大家好，我是黄博伟，来自台北，我从事电子行业的仓管人员。在公司呢，其实我是大家的开心果啊。在公司，刚刚我们透过 VCR 也知道我有小翁立友之称，因为我来。这边呢，其实要圆我一个梦，有个歌唱梦，我就是希望能在这边过关，可以跟翁立友一起合唱。好，机会命自己选择。机会命运，请选择。机会。机会。特殊的沧桑嗓音与超凡演唱技巧的游姿涵，曾是红极一时南台湾小姑娘的成员之一。在2000年时，虽然淡出演艺圈，但心中对于歌唱的热爱一直不曾消失。为了多年来支持她的歌迷与过世前最爱听她唱歌的爸爸，她决定再次挑战歌唱舞台。相隔14年，重新面对镜头与观众的检视，游姿涵拿出最大的勇气。一定要再次让大家听见他的声音。好，命运是。有友请到台下。好 ，Hello， 大家好。好，友友请坐一下。来，博伟，今天你要选唱的什么歌曲？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蔡小虎大哥的《苏香鸡》，来听你这首歌。
将心事藏心内，无人知，思念真无奈。暗恋你，期待有你的爱，偏偏阮的心事你袂了解，想要讲讲袂出来，想要爱都惊失败，爱着你无解也无着通医，思啊思想起。半夜半相思，你敢愿意跟阮流浪到海角天边？思啊思想起，情啊放不离，问你阮的勇气，敢会当解阮的相思？思啊思想起，半夜半相思，你敢愿意？曲呢就是 PS 我爱你，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们最难学的一件事情就是珍惜然后把握当下，那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在讲你爱谁就当下又赶快好好的表现。对，好，请开始。谢谢。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收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时候值得承受，有时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太阳不会放弃天空、哦、哪怕你不再属于我，我会在不同的窗口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哦、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反正已成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哦、我忘不了听到他吗？对对，之涵啊，是，对，之涵，就是之前你都是唱台语歌居多吗？对，其实我觉得他声音非常有辨识度，我觉得这是你的优势，我觉得有那种韩国情歌的 feel。然后博伟，我觉得你的技术真的是很好哎，而且你在诠释歌曲的那个能量，
其实我觉得那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友友今天状况不好，从进歌开始就有状况了，第一个音就不对、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歌路歌型不适合你，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自己本人也有点没有太有自信，嗯，唱的没有太有自信，所以以后要注意选歌。谢谢。然后博伟很特别，像老师讲的，会靠很好听，然后四平八稳，那唯一差的就是没有辨识度。你可能要再消化，找到自己唱腔，让我们很快可以抓到是你的歌的感觉，那就会更好了。好，谢谢老师。坦白说，这个当龙璇老师在点评二位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一件事，说我跟龙璇明明是同一个星座，可是龙璇老师看到的都是两位的优点，他讲了很多两位的一些优势。你看都是人家缺点啊，这是你的长项啊。不是，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这么？你怎么会？对不对？对，我长得圆圆润润的，是，所以讲到这里，挺刻薄的，尖尖角角的心。是，我想变成龙璇看看有没有可能，我试试看。我觉得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个性，你还是随着你的心走吧。我觉得姿涵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表演经验了，像今天犯的这样的错误，实在是不应该哦。所以我很愿意以一个不同的声音告诉你说，你真的要再好一点，姿涵。好，来，我们来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我们要打分数。是的。有些选秀节目呢，也许大家听过，它会让这个参赛者重唱一遍哈，然后播出的时候就很完美。但我们是来真的啊，就一次机会，所以我们待会看老师们怎么判断。来，先听听老师，现场也有老师啊，您是育达的老师啊，欢迎欢迎欢迎。对，我们是育达观光科的老师们。那在我的左手边的这三位是我们观光科最美丽最漂亮的观光大使，观光大使，观光大使有一些话要跟全国的观众们一起。好，请。大家好，我们来自育达高职的观光大使。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呢？因为我们很美，很甜，很可爱。想要看我们吗？想要看到更多美女吗？那就赶快一起加入育达观光。好。老师，各位看他很年轻，我刚刚以为他是同学。您后面那三位是您的？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你看妹妹生气了哦，妹妹她说你是弟弟妹妹，她是不承认你是她的女儿，哎，怎么办？因为妈妈是大坏蛋，你现在还在笑，你晚上就打早死了你啊，回去就打屁股。这个是三位您的这个公子跟千金，对对对对，看不出来哈，大家这个欢迎你欢迎你，谢谢谢谢。三个孩子的妈的不得了，然后看起来真的不像。来，请为我们发表一下您的奖评。我比较喜欢的是黄伯伟的那个鼠兄弟，因为其实我其实是观光科，在观光科教音乐的部分，那所以呢，其实我本身还蛮喜欢台语歌，然后会让我想起在以前小时候在阿公阿嬷的教导之下，然后常常听台语歌的部分。太好了哈，妹妹，你看得懂我们节目吗？什么？有拜，你要不要跟那边有一个小叶奶奶，来跟她问问好。你好吗？你好吗？大眼鱼。哦。小燕姐，你们就知道我在这里有多水深火热了吧？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育达非常优秀的学校。再次给三位观光大使掌声鼓励鼓励，非常好，台湾的年轻人有前途哈。我们至于分数结果如何，当然是要交给小燕姐。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分数了，分数是。不错的分数，然后姿涵上个礼拜是得到8900，好，来看今天的分数是。来看今天的分数是。谢谢谢谢。好。子涵，抱歉了。不会。博伟，恭喜你挑战成功。马上欢迎下一位挑战者啊！刚刚我们介绍到这个人的妈妈哦，生了三个孩子，很年轻。接下来这位选手也是哦，你知道吗？他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哎。
羞愧哈姐啦。哦，然后呢，她呢本身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哎，是不是很辛苦当妈妈？我看你能不能笑到十点。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帮这个何佳颖加油一下？妈妈，她开关在哪里？你是不是转到别的频道？帮他加油一杯。我说何佳颖，你说加油一，何佳颖。小燕姐，我想跟你换现场。加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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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我们来看何佳颖的 VCR。这边呢，我是何佳颖，这三个宝贝的妈。他是我的老公阿乐，这三个孩子的大玩偶。平常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打理生活起居的太太，但每到了假日，只要老公拿起了吉他，我们就变成舞台上的表演歌手。婚礼商演、餐厅驻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而喜欢唱歌的热情也是我们坚持表演的最大动力。为了让更多人能听见我们的声音，所以决定参加我要当歌手，希望会有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表演。三个宝贝是我们这辈子最幸福的负担，站上这个舞台不仅是为了梦想，更是希望能够成为孩子们的骄傲。我是何佳颖，所以佳颖是不到三十岁，29岁就生了三个小孩。对了，应该已经30了，太了不起了！来，结婚命自己选择，机会命运请选择。菲律宾铁肺歌手 Birdy 来自一个拥有惊人嗓音的歌唱家庭，父亲曾是专业歌手，妹妹也已发行了个人专辑。 Birdy 在受到家庭的熏陶与指导下，拥有了具爆发力的高超歌艺。今天他带来席琳迪翁的经典歌曲 All By Myself， 得分从未低于9000分的 Birdy 是否能再次以他超凡的歌声继续保持高分纪录呢？机会就是，哎，评委拿出你喂奶的力气。然后对不起，三个小孩。怎么办？要对明华。对，尽力了，我拼了。来 ，Birdy， 请大台上来。金色的来，请 Birdy 请到台下坐一下。好，佳颖今天要唱什么？我今天要唱的是戴佩妮的《野蔷薇》。好。
我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勇敢走出无怨余晖，抹度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因我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涤后盛开的蔷薇，人间毒柔情包围了我，不会原谅我罪，穿越冷暖躲过野炊，燃烧了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花蕊。谢谢，好，谢谢，谢谢。来，贝里，今天要唱什么歌？今天我带了这首歌是，是我妹妹的版本。妹妹的版本，对，因为所以你们一家都会唱歌。对，我们就是一个。你妹妹唱什么歌？叫 Born Trap Family。哇，你妹妹的版本是什么？我妈妈、我爸爸、我妹妹、我弟弟，还有小妹妹都会唱，都会唱。哇哦，就是 version from Celine Dion， he's a song called All by Myself。When I was young, I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are gone. Living alone, I think of all my friends I've known.But when I dial your telephone, nobody's home. All by myself, don't wanna leave. All by喜欢嘉莹在唱歌，虽然你碰到的是 Birdy， 但是嘉莹你在唱歌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为母最强啊、哦！你在唱歌的时候，
让我觉得你面对三个正在很皮很皮需要妈妈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照顾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唱这么好听的歌，很了不起，我给你掌声。那 Birdie 呢，今天就好像带我们去坐那个 roller coaster， 哇，让我讲上去下来下去上来，我觉得这个对你又再一次的又再就是拿出你最厉害的武器。当你唱歌，不管你用陈述那个文字，或者丢那个旋律出来，或者用力的方法都非常直接。其实很少有我们亚洲的女生唱歌是用这种方法唱。我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很有自信，而且你很热爱你自己的生活，所以你唱歌的那种力量是很特别的，是很好听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 Birdie 唱歌，因为这个技巧真的很难，所以听你唱到最后我真的还蛮震撼的，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巨星，巨星来了。好，那我们要打分数了，那么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哇，很令人期待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听观众意见。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台北市育达高职观光科老师。是，老师你好。哇，焦哥你好。学校全名都讲出来了。是，老师啊，那您刚刚听完这两位啊，刚刚评审都赞誉有加，您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当然是 Birdie。 你喜欢 Birdie？ 对， Birdie， 因为我喜欢这种姐姐型的，可以唱歌非常好听。立马卡拍手。你现在给我装年轻。不是 Birdie 很有 key 的，因为他的歌声深入人心。 All by myself 这是很有名的一首这个外语歌。对 对，但是刚刚听现场来讲，哇，让人起震撼，鸡皮疙瘩，就是让我想到阿玛金啊，那是什么？就是 amazing。 哦，你是说阿密特的弟弟阿马金啊？哦，我谢你啊。你好，林同学，请发表。我觉得我喜欢的是何佳颖。何佳颖为什么？因为她冷酷的外表跟那个歌声是我平常喜欢的那种大姐姐。你跟老叔欧派啊，你的就看到她就知道什么是一见钟情。哎，人家是三个孩子的妈，你不要这样子，你真的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还有她的这种魅力，是，这是叫做熟女的魅力，对，对不对哈？纯欣赏啦，可以喊一下我们育达观光的客户吧。如果我说不可以，你会怎样？那我就拜托你了。哇，他那个无辜的眼神，我真的受不了哎。当然好，来来，请，谢。裕达观光，梦想发光，时尚玩家展翅飞翔，嗨翻宇宙，无人能挡，团结活力，我超阳光。破浪舞预备，冲啊！冲啊！哇，各位观众赚到了！看这歌唱节目，还有一种看直棒的感觉，非常好。现在把现场交给小燕姐。来，我们来看看分数是。好，9000分真的是很高的分数。Birdie 今天的分数是。今天的分数是。哇 ，Birdie 又创自己的纪录9500，太棒了！但是佳颖也9000分，9000分到失败区，真的是，希望300位观众能把你救回来，恭喜 Birdie 为你成功，谢谢。今天真是太爽，就可以遇到 Birdie， 真的到一种火力全开，管他的。好啦，希望。300位观众可以把我救回来，来到最紧张的一刻了。上周如果大年初四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明华他明明到了最后一关却被打到淘汰区，幸好被观众救回来。我们看他今天能不能顺利毕业。欢迎张明华。来自新加坡的张明华，在顺利卫冕长达11周后，竟在发片最终战时意外落败，
其他参赛者也有很多认识的也一起到淘汰区，所以那时候就心情比较低落。一路以来看见儿子的努力，特地前来台湾加油打气的妈妈，内心的不舍也表露无遗。他为了这次的比赛也很努力，在唱歌方面啊，在各方面他都很准备得很充足。我每次跟他讲，我说明华，机会来了你一定要把握，妈妈爱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最棒的孩子。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张敏华稳住心情，做足准备，即将与来自香港的好声音陈廷伟同台对决的他，能顺利毕业取得发片资格吗？嗨，大家好，我是明华，然后谢谢上个礼拜就是300位观众把我救回来。那阿成是上个礼拜来，好，请坐。好，哎，明华今天选的是什么歌呢？我今天要唱的歌是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然后这次不会有后面的影片。对。然后我只想就是干干净净，然后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太棒。好。选的什么歌？我今天选的是郑裕佳的《疑心病》。我选这首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是蛮崇拜从选秀节目里面出来的歌手，
然后我希望可以跟他一样，就是可以在选秀节目里面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然后可以当一个发片的歌手。刺痛喘息摔坏的手机，白色墙壁，黑色阴影，隔太多外衣，怎么去报警，藏太多伏笔，想倾听也无力，看爱慢慢延伸，疑心病对幸福判了死刑，你丢出每个恐惧都像砸碎了我的心，看爱慢慢延伸，疑心病对心你控制不住语气，我控制不了情绪，怪自己可怜的疑心病，用感情伤了感情，你流的每颗泪唱哎，两个很会唱的，而且他们真的把那个感情都是完全释放。对，而且他们两个是有男性的声音，女性的情绪。对，哎呦，强啊，小英姐，阴柔的感觉，阴柔的感觉非常棒。而且，我觉得敏华，你知道我刚刚一直看的这个 monitor， 我等一下会给你多一分，那一分是。你就是一个艺人能上镜的那一份，那一份是给你妈妈的，因为你妈生你。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对，因为你真的唱得非常的好。谢谢。可是阿水呀、啊，你也很厉害哦。谢谢。疑心病这首歌不是一首很好唱的歌，对不对？这首歌你唱的真的丝丝入口。我觉得敏华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孩子，然后你的声音也非常好听，有那种大量的气音，但你声音又有一种金属感，所以你的声音的辨识度相当够，我觉得你是一个天生的艺人。其实我觉得敏华今天的表演你看非常素，她根本就是后面完全是白墙一片，就是要听她的歌声，然后她就穿着全黑的，这就对了，一点都不逊色，就是她之前还带着就是她的 music video 一起来表演，那我觉得今天他真的是几乎到完美的地步，可是呢当我听到阿水师唱的时候呢，阿水师，对，因为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很好吃的猪脚叫阿水师，对，我觉得完蛋了，真的，因为我向来自诩我自己是很公正，而且我很理智，我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再怎么样平手人我也分得出来在我心中谁是比较好，可是当阿水唱完，我真的觉得哇，这两个真的今天要怎么评啊？我必须说老实话，我比较喜欢阿水的声音，
真的，我觉得他的中音真的是对，有一个很好听的 tender 很温柔的声音，对，真的很棒。香港的朋友，好感动啊，好感动啊！这个阿水是最强的敌人，这样才能够凸显敏华的好。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是，对。还没。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不是很希望你那么顺利的毕业，因为在这里磨练一下，再多跟我们碰一两次。你的心可以好一点，你心可以再好一点。哇，还有人来劝说啊，这个是什么局啊？什么局？加油，二位都希望你们能够，不管是不是在这舞台，或者你们以后去外面发光发亮，都可以不要记得他，记得我的严格，记得我的刻薄，我相信你们会更好。刻薄，太棒了，谢谢，谢谢老师。好，现在我们要打分数了，来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好，谢谢老师，尤其要谢谢两位选手，非常精彩，一个新加坡来，一个香港来的啊。其实圆圆老师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私底下他也是非常的坏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非常好。但是他为了给选手啊很多鼓励，来，待会就知道分数了。同学，你喜欢谁？我喜欢那个张敏华的。为什么？谢谢。因为他歌声让我听得如痴如醉，仿佛跟他乘坐了同一朵云，一起遨游了全世界。哎呀，旁边这位姑娘，哎，手上这个是。嘉哥好，我是代表我们学校叽叽啦啦队的。叽叽啦啦队。对。这样好吗？没有，我是我们学校竞技啦啦队校队的代表。竞技啦啦队，哇！所以这个是你们的。然后这是我们学校所有的科花科草的系列的阅历，然后这是要送给你。也有你在里面吗？没有啊，没有你，你长这样子还进不去啊？因为那天在拍摄其他影片。哦，原来你在忙哈，所以哎，我看看校花级的，谢谢。那请问一下，你喜欢哪一个？我比较喜欢陈廷伟的《疑心病》。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比较吸引我。哎，他凭什么在里面？好，继续，你继续。我觉得他歌声比较吸引我。要不要出来来一段竞技啦啦队的表演？好，让我们评审再伤脑筋打分数一下。好 ，music。就是裕达的意思 ，YUDA 哦。哇，柔软，哦，换 pose。好，前面这位是路过的。哇，他也会耶！哦，多才多艺。哇，本来你是唯一的目光焦点，这位大神一出来之后就不得了了，太吸睛了。各位，紧张的时刻终于要来了，终于我们要等到这一刻。敏华折磨了一个星期，她到底能不能顺利毕业？小姐，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个选择，但是终究分数有高低。敏华的分数是。不准毕业！要不要 PK 啊？不会吧？别吧！不要闹了！评委的分数是。OK， 30秒，好好唱，准备一下，30秒。发片之路一波三折，让张敏华心力交瘁，而特地从新加坡前来支持的妈妈也感到极度担心。焦灼的战局更让评审老师内心相当煎熬。究竟张敏华能不能在今天毕业？还是会再度落入淘汰区？30秒清唱 PK 赛，全场屏息以待。好，
呢，其实很残忍，但是考虑你们的稳定性。好，现在敏花，请站到台前来。你选的什么歌？我要唱王力宏的《爱错》。加油！加油！加油！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我要唱林俊杰的《他说》。好，你开始。加油啊！等不到天黑，也活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翻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好，三十秒，有时候就是考验自己的稳定性。好，黄子佼。大家好，我是黄媚娘。这是整人，这整人真的太整人了。两位选手都很棒，两位妈妈也都在现场，我们真的很心疼。我觉得刚刚两位的清唱都很好，敏华这次的清唱 PK 也比上个礼拜好，所以我最后取决的标准就是明星的魅力跟特质。我这一票第一票投给敏华。小胖老师，陈景卫。陈定慧，张曼老师，敏华。是敏华，轮到我了。观众救，观众救！恭喜敏华顺利毕业。在一片掌声中，张敏华顺利毕业，而他的对手陈廷伟为了逐梦自香港远道而来，尽管歌唱实力获得评审一致好评，却依旧落入失败区。我们欢迎见证律师邱静怡律师。由于张敏华的毕业让救回名额增加至两位，300位观众评审各有喜好，来自各地拥有相同歌唱梦想的5位选手，究竟谁能重回舞台？观众朋友，一个人一人两票，到底救回了谁呢？好，我们来看看。哦，天哪！恭喜刘忠轩。
这里我要跟阿水说，你真的唱得很好，我们希望你再来，好不好？很棒，很棒，谢谢，欢迎，谢谢瑶瑶，谢谢，谢谢，恭喜周深，还有妈妈胜利了哦，妈妈会唱歌，好，来，请上台。恭喜 Birdy 重回宝座，9500，很高的分数啊！那你可以得到台湾 Number One 的医美保养品牌，这个真的很厉害，叫做 Doctor Wu 啊，等值100000元。你看台下人羡慕，高效能、低敏感的专业医美保养系列哈。我们请这个老师啊，林同学，老师好，恭喜 Birdy， 谢谢林老师，好。谢谢，恭喜恭喜！来啊来啊来来，到前面来。不想毕业哦，舍不得对不对？哦，谢谢评审老师，谢谢焦哥，谢谢小燕姐，还有一路跟我就是一起比赛的同伴们，你们都真的很棒，然后很开心认识你们大家。然后谢谢妈妈这次也过来看我，最重要谢谢一个人，就是保姆小龙。下次，其实每一次来参赛者都跟他们的这个经纪人哦，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革命感情。因为他在比赛也像他在比赛一样，其实上舞台真的不是一个人的表演，需要很多人帮他想，所以他们也站在这很谢谢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的确一个人上舞台不容易，加油，好，谢谢。来，妈妈今天也特别到现场来啊，敏华从新加坡来，所以妈妈当然也是飞过来。哎，还有几位我们的亲朋好友是吗？来，一起一起上来。哦，哇，妈妈也落泪了，感动，感动，感动哎。啊，哦，妈妈你不要哭那么惨。啊，开心开心。哎，还有献花，来来来来来，妈妈太棒了，我们擦干眼泪。敏华，妈妈妈妈真的有你这个儿子，我觉得很骄傲。我。对，因为从小明华是我一路带大的，我真的很辛苦，我能够培养他有今天的这种状况，我觉得我很伟大，我真的是的，觉得自己伟大就勇敢说出来嘛，妈妈是我们新时代的女性 ，very good， 妈妈太棒了，好，小燕姐要为我们颁个奖了哈，来来来来来，最高的荣誉，恭喜你。我们会为你打造一首单曲，放在全球的数位平台，让所有人都听到属于明华自己的歌曲。恭喜恭喜！恭喜！累积奖金100000分达成，张敏华光荣毕业。事实证明，我太糊涂。